他那个乞丐的眼睛真好看，又大又亮的。小孩子别胡说，快点走吧。我已经像个乞丐了吗？有什么遗憾了，接下去要做该做的事了。快点快点，继续说新书了。对对，就是他。那个男孩教会我成长，那个女孩教会我爱。他们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然后又消失不见。可是，我不相信他们是天使，他们是世间最普通的男孩和女孩。所以我会一直这么站在香樟树下等待着，因为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，回来找我，教会我更多的事。Thank you.
着十几年的牢狱生活在等着我，我恐惧了很久，不过我现在终于不怕了。我永远不会认同你做的事，但是对不起，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去找你。能不能再等十分钟？最后十分钟，拜托了。好吧。承担这个世界全部的恶意，只要你，永远是你，陆之昂，你一定要等到我。
最终目标。